为什么要发朋友圈？为什么不发朋友圈？我看你是怕别人知道你有女朋友吧？不是啊，我的朋友圈里面都是领导和同事，被他们看到了不是很好的。而且我周围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你是我女朋友啊，那为什么还要发朋友圈？天天发朋友圈，发小照，秀恩爱死得快啊！你不发朋友圈就是不爱我，而且不秀恩爱才死得快好吗？不是，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很不成熟，很幼稚。你是觉得我们的感情有好到值得让你晒吗？我想发的时候肯定会发的嘛，你不要逼我嘛，你逼我我就。发了吗？你不发，我是不是想找备胎嘛？